Praise Yogg! No! Pray.我抽一张紫姬法术，我还有滋补，愤怒也可以抽牌，愤怒滋补灰，看，可是现在灰级也不够啊，去吧。 OK， 哦，很够，谢谢。OK， 从9D开始。No， 他要冲锋跟加两攻的东西吗？烽火先丢我脸，胆小。OK， 给我，给你干。 命运之后干，他会放完第四个、第五个、最后一个 ，OK， 来看这是什么秘密？干，不要斩兵屏障，我怎么打寒冰屏障啊？法反，法反，法反就结束了，玩的不错。 这老天要我们玩幽格萨伦不是没有道理的。Go， 斩笑，命之吼哦，这样会出完，一二三四，9张牌哦。这只。 脸，碎冰，放狗，还活着哦，他们不会死，冰冻陷阱，野性之魂，他们不会死哎、欸，好像应该打脸。OK。 OK， 灰级，愤怒还好，灰级比较惨。他只要不要斩杀我，其实我会赢的。<笑>多少14滴？应该是赢了啊。 这是8英雄能力点是2，所以我这有10点伤害，到14滴，所以刚刚好。哦，<笑>没有算错吧？因为其实我出不了蓝龙，因为我超载。好，优格，这张亮起来就代表。
哦，只剩九滴了。OK，优格，赞赞赞。OK，他出了几张 A1 啊？他出了三张 A1 耶，优格。看出土鞋匠，对啊，他出了三张 A1，黑武刀刃跟地狱烈焰。欸，现在对面还要怕我斩杀他。这是九哎，危急啊！搞不好应该敲脸，可是我有点怕文火。我是觉得他应该要更怕这张，哇！等下是三小，那是三小，这应该会让他缴那个扭曲虚空。两张，哦，是十八。可是我也没有斩杀，13D14，然后想办法来抽斩杀哦，斩杀！我来看会选到什么牌。然后堆掉这只。OK。啊，优格就是这里啦！加油好吗？十张法术，OK，不要不要！放完，这样还是爆啊！哎，不靠谱啊！优格降临！啊，死了！No！他也死了！看他是怎么死的！所以是清场喽，清场其实还可以接受。哦，我会拿到碎炉哎，可以，还可以接受。我会拿到碎炉，可以。降费之后碎炉其实可以跟它搭配，二分之一。我现在离斩杀很近了。我来清点一下，这应该是13点伤害没有错。所以现在的问题是，优格到底会出什么牌？如果我是优格的话，我会出我想要治疗嘛，所以哦没有哎、欸，变羊干 OK， 对、okay，治疗治疗，冰他脸冰他脸冰他，你狙啊，治疗啊，公园守灵没有东西啊。No， 死去！
张，第二张，看大家都死掉了，看我还有超载。OK， 所以这可能很可能是佛球，不是，这可能是解大怪的牌啊！啊，优格不给力啊！优格六张的优格，优格好像迟早都要下。帽子，强力射击。哦，哦，哎，忏悔，还行啊。我是魔法的精华。哦。说实在，这个帽子有点凯瑞，这帽子大概帮我多推了，可能四到五点伤害。斩杀，小乔优格。死了！怎么死的？No！ 好像也还好，但他应该会交斗哦。交斗的话，会火人稻草出一只优格杀，一只石飞手下。是我的护盾。秒角度。要角炫。嗯。要角。好多。等下。等一下，没有触发、啊。OK。优格 K 呀、啊！我还真的有两张豆哦，优格 K 呀，这是优格那个优格在重生之后就变成这只。哦，就在等这张，我是想说，因为没有办法，所以。只好，以眼还眼，毒蛇陷阱。哦干，啊，局局啊！我不知道他要怎么防爆炸，他应该还是要测爆炸，局局。我认输了。你的灵魂。干！混蛋！干！混乱！干！没有东西了。这是自然的错误。感觉要炸、啊。差一滴，
需要。来张烈焰吧，佑哥。他还活着。哦哦，等下，哇 ，no， 邪恶攻击，好像没有法术了。看这怎么打、啊。GG。我认输。Hello， 今天用的是这副一样是 Pavel 的蓝龙德套牌。那基本上他因为他有在优格萨伦啊，然后其实他在比赛里面也会用优格萨伦再逆转个两三次吧，所以我想说，那我就来用用看这个优格萨伦，来看看这个离世界冠军的距离到底有多么的遥远。没错，所以欢迎大家也尝试看这套牌组，一起来看看自己跟世界冠军的优格差了多少。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，那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赞，还有订阅我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